最近可能有人要到你们厂去调查，查，让他随时来。我不信他能查出什么来，账不在我心里，查不出来。哥，反正我表个态啊，将来不管出啥事儿呢，有兄弟我给你扛着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有些事儿你扛得了吗？ 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你跟程瑞，那是拜把子兄弟，兄弟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？做的工作，这有些事儿啊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兄弟之间那点事儿我还不懂，不就是高举手轻轻打，对吧？程瑞是什么人啊？啊，他是那种做大事的人，生死都不惧。 他不是那种只讲哥们义气的那种人。行啊，他是一个不讲哥们义气的人，我把话先放这儿，哥哥，我跟他翻了。哎，老刘，这你可不能胡来啊！啊，听见没有？喂。 你在哪儿呢？这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了。这孩子这事儿吧，这样不好吧？这个时候我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。这是妈的意思。哎呀，我都准备了，这也是一次机会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他程瑞不看在孩子面上，还不看妈的面子啊？快点啊！好吧，那我马上回去。 老刘，这程瑞要带着孩子到我们家去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大哥。啊？我忘了跟你说一事儿了。你看那个前段时间你从矿里拿走给银行的那20万，这事儿咋办？咋处理啊？那就先记在这往来的账上，啊，这有关的记录要保存好，以后呢留着有用。 明白。王书记，锅炉房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我给你汇报一下。你别跟我汇报。厂长说这事儿是由你负责，你去找程厂长啊。厂长让我来找你呢。这事儿我管不了，过几天我就回家休息了。 来了，程叔叔好，来，爸，小雪和程叔来了。哟，这是小雪啊。来，这是我奶奶，这是我妈。阿姨，哎呀，妈，您看，这小雪多漂亮啊，一定像她妈。还是像狗剩。谁是狗剩啊？你爸呀。爸。住。狗剩是我的小名，只有你奶奶一个人能叫。 你别瞎求。奶奶，这是给您买的水果。哎呦，有个接过去。哎呦，还有这个。哎呦，孩子，你能来看看我，我可高兴了啊！还带什么东西？待会儿啊，奶奶还得给你拿啊。坐下，坐下。哎，妈，最近特别忙，没时间来看你。我知道你忙，连大量那个懒人都忙起来了，你就更忙。 我这忙出头了，多好！家家灯都亮。虽说那工资少点儿，他也得20把掌的发了啊！我还听说那车间还有2个回扶的，你看这多好啊！您全知道啊，妈？那是啊，你以为你妈是谁呀？啥都知道。快坐下。哎，妈，来了。赵叔叔。
叔。哎，小雪啊，你爸呢？来厂里来工作了，以后没事就过来玩啊。哎，今后啊，我一定常来。小雪，坐。来，坐。来，家有点挤，你就将就啊。哎，阿姨，今后您搬到省城了，省城您家的房子可宽敞了。省城有房子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妈，是这样，我说等我退休以后啊，咱们在省城买套房子，咱们全家全都搬过去，咱们在那地方养老。哎呦，那可感情好啊啊！要是搬到省城去，咱俩家离得就近了吗？是啊，那我可得好好安排安排我这个了啊。哎，你给我记着点啊。哎，135，我上你家去。好啊，246咱们再讲，对不对？哎，星期礼拜六的我上你家去，好不好？那奶奶，那一个星期可有8天了。胡说八道，这怎么能有8天呢？不，你刚才说135，你以为奶奶糊涂了？就说我奶奶一个星期还整出8天来了，就是啊，你识不识数啊？对呀，这怎么还能整出8天来？你怎么考上的大学呀？奶奶说的没错。你数学老师是谁？你奶奶说的对，来，过来，再给大家倒点酒。我错了，你那书怎么念呢？退学费，我错了，奶奶，退学费。哎呀，我都不敢，我这没文化的还能整出8天吗？我真是纳了闷儿了，你好像没把我让进去。哎，大人，哎，有件事情我得说。好，你说。你不应该派专车把这俩孩子接过来，他们这么年轻，让他们坐火车来不就完了吗？我是派司机啊到省城里去办事儿，顺便把小雪和他们给接过来。嗯，那也不好，影响不好。行，我接受批评，就这一次。嗯，郭胜啊，今后吧，你得管着他点儿。尝尝我做的飞龙汤。我提议啊，这个欢迎小雪。我就整不明白了，这家人谁是主人呢？对啊，谁是一家之主啊？就是啊。不，妈，您是一家之主。那你说什么话？我，妈，您说，妈。我看还是你说吧。我错了，你说呀，妈，您就说吧，你行了，我说两句啊。今儿个吧，主要是欢迎狗剩和小雪啊上咱家来，你们能来，我们全家人都高兴。哎呀，高兴的就是啊，咱们祖一辈、父一辈、孙子有一辈啊。这都是缘分，为了这个缘分，为了狗剩和小雪上咱家来，嗯，将来吧，将来还那个呢啊，咱就喝一杯啊，哎，来，都举起杯，咱们共同的干一杯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干杯，干杯。小黄，哎，你跟那个厨房的师傅说，以后少做什么红烧肉啊、猪下水的啊。常常喜欢吃，喜欢也不行，就说我说的，把它拿下去。厂长今天不回来吃饭呀？不回来。小黄，书记怎么？你去给我拿点白酒。您不是不喝酒吗？我今天想喝，去拿。他出去喝，我怎么就不能喝？小花，程雪的住宿安排了吗？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那你慢用。好。我今天才知道你小时候那么淘，学习成绩肯定特差吧？没错了，我成绩特别好，要不你赵奶奶怎么那么喜欢我？学什么就会什么，下象棋还跟你赵爷爷学的。厂长回来了啊，小王，
给我闺女安排个住的地方。王书记已经交代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在一楼这边，我带你去。好，爸，那我走了啊。好啊。王书记呢？很早就回屋了，可能睡了吧。好。大姨，来，起来下盘棋。我不去。哟，喝酒了？就是三位爷爷的墓吧，爷爷，我和小姐来看你们来了。三位爷爷，我给你们带酒来了。听奶奶说，你们仨生前最喜欢喝这种酒，我是特意从省城给你们带回来的。孙子和孙女们，向你们敬酒了。算到了，这真是够高的啊！外面的世界啊，天天都在变。188厂啊，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年代的房子，那个年代的人，到处都能看到那个年代的符号，作为一种参照啊。我真希望能把这一切都保留下来。你可以把这种想法和你爸说呀。他可是厂长啊！不用说，我爸呀还活在那个年代呢。是啊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很难体会了。走啊，我带你到厂里去看看。真的？能行吗？没问题，除了那些保密的车间呢，其他都可以。微信呢？啊，和小雪上山玩去了。哎，小雪这闺女不错啊，我一看就稀罕。你说他俩能不能成？嗯，说不好。不过昨天晚上君亮跟我说，不太想让这两个孩子走得太近。他说这话啥意思？锅炉车间出问题了，有人啊又拿这事儿整君亮呢。那程瑞是啥意见？不知道。那我得问问程瑞。妈，您可千万别去，君亮不让我把这事告诉您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嗨，这锅炉车间的煤渣出问题了，说是和王老六有关。哎呀，我跟大亮啊都说过多少次了啊，不让他搞这歪门邪道的。你说他跟那伙人在一起能干出啥好事来呀？他就是不听啊。我说呢，这两天呢邓有才老过来。妈，要不您跟程瑞说说。我啊，我可没那脸跟人说这事儿。过去啊不好，他说大环境不好影响的。人现在程瑞来了，他还这么继续这么干，这能行吗？我可不管。妈，
大姨啊，郎三告诉我锅炉房的事情你不管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管不了啊。什么意思？我来这个地方工作有半年多了，一个星期天都没休息过，我要回家休假一个月。王大姨，有什么话你就说，别跟我扯这个利格隆。你们程家跟赵家都快成亲家了，你让我查赵俊亮，我脑子再不倒电，这点道理我应该懂吧？谁跟赵家成亲家了？你们家小雪跟赵俊亮的儿子是大学同学，又在一块谈恋爱，昨天两家在一块欢聚，全场的人都知道了。程雪跟赵文信是同学，你别装糊涂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拿我当傻子呀？你以为郎三能够认真调查锅炉房这件事情？他是在等你的态度。王大义，你就这么看我？我怎么看你不重要，关键的是全场的职工怎么看你。王大义，程瑞，你回答我，是188厂的生死存亡重要，还是你跟赵军亮的兄弟情感重要？必须在两者之间有个明确的选择。你休假的事情，等一等。这个厂啊，原先那可不得了，生产的那都是高科技的军工产品。两弹一星，你知道吧？那这个厂子都是受过贡献的，是吗？啊，原来这个厂还有这么辉煌的历史呢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这是疼吗？没事。你瞧，你不看着点，你真是的。你昨天没说。不疼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动了一下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哎，来来来，看见了吧？你快告诉我，哎，这俩到底谁呀？陈厂长的女儿和赵厂长的儿子。哟，没看出来呀，这可是一对儿呢。以后啊，这程厂长和赵厂长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大家都抓紧了啊！哎，小雪啊，哎，你爸爸刚才打电话到处找你呢，可能有什么事儿吧，赶紧回吧啊！哎，我马上回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文信也在这儿。啊，哎，记着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啊。哎，好嘞，到时候见。那我们走了，小雪啊。那好吧，那我明天我带你去看小雅河。小雅河，那咱们就去那个河西小岛。好，那这么定了。嗯，到哪儿去了？赵文信带我到厂里玩去了。中华八厂真大，兵工厂哪是什么好玩的地方？爸，你不带我去，还不让别人带我去了。赵文信说带我到厂里看看，他对这儿熟。嗯。哎，爸，这是我的包吗？是啊。你先坐下，爸要跟你促膝谈谈心。闺女啊，是不是跟文信谈恋爱了？什么谈恋爱呀？我们是朋友。嗯，以后的事儿呢，爸爸不管。怎么样呢？你自己决定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，你应该跟他保持一些距离。怎么了？哦，是这样，你们俩在厂子里成双成对的出入，有一些影响，不太好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厂子里出了一些事情，牵扯到你赵叔叔，牵扯到对很多问题的处理，所以你先回去。我刚来，你就让我走啊？爸爸也没想到。啊，这是你要的火车票。嗯，辛苦，哎，走了。爸爸也没想到会那么麻烦，没想到会把你和文信也牵扯进来。
先回去吧，以后有话可以再来嘛。我和文信跟厂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怎么招惹您了？我刚来了你就让我走，我就是不走。站住！越来越不像话，反了你了！叫你走就走吗？哪有那么啰嗦？拿着，拿着。别撅着个嘴了，刚才爸对你态度不好，其实爸也希望你多待些日子，多玩玩，可是厂子里出了些事儿，你待在这儿就不太合适了。这次去了之后，等我们厂子里的事儿解决了清楚了，我们可以邀请你再回来，来学习、参观、旅游，来做报告，啊！爸，那你告诉我，赵叔叔是不是出事了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命。不管赵叔叔出没出事，他依旧是你的赵叔叔。好，上车吧。小雪呢？上车了。她刚来怎么就走了？她妈妈身体不好，需要她回去照顾。那她走怎么也不告我一声啊？孙子，哎，那个小雪怎么提前走了？啊？程叔叔说，任阿姨身体不好，需要有人照顾，所以就叫小雪提前回去了。走来点，提前就走。妈，让我回来吧。哎，妈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不用，那哪行啊？我能行？哎呀，妈，你别整了，你看我不在家，我都自个儿来。行行行，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你回去正好。啊，那个小雪提前走，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啊？不是，她家里可能有事儿了。那才来两天就走了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人家的事儿我哪知道啊？你是不是跟那程瑞闹意见了？啊？没有啊。哎呀妈，你也就别瞎猜了啊。哼，我看呢，就是你的事儿。
你跟陈瑞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下午王老六来过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刚刚邓有才也来找过你。他来干什么？送回去，那送回去邓有才会怎么想？这些人太贪了，我跟他们说了多少次，他们就是听不进去。我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弄出事来了吧？那这事会不会连累你啊？回去了。哎，不是说好上我们家吃饭吗？你怎么让他走了？这个时候他就不该来。这事儿跟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你还不知道，已经有影响了。那这锅炉房的事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本来我不想追究以前的事情，不想翻历史的旧账。可是现在事情一件一件往外冒，每一件都牵扯到军粮。陈瑞，这锅炉房的事只是冰山一角，你如果继续查下去，你会发现还有好多事情都牵涉到赵军亮。王老六的煤矿有赵军亮的股份，这些年可没少挣我们厂的钱，还有咱们厂以前卖的好多设备，都是王老六经手办的。这些事儿，你以前就知道。我知道军粮有问题，可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。行了，你别一个人闷在这儿了，跟我回家喝酒去。啊，我不去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。那我走了。起来吧，我知道你没睡，聊聊。把小雪送走了。嗯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该给你发火。你提醒的对。没吃饭吧？吃了。哎，别瞒我了，走，我让厨房给你准备好了。我真不想去。哎呀，其实这件事情跟小雪没有关系，可是我把不住自己的嘴，发了那么大的火，哎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小雪出现在这儿的时间不对。哎。刚才郎三来找过我，我们俩聊得很好。看来你让郎三调查这件事情是对的，他比我了解厂里情况。
只是让他查他的兄弟，他感到很难过。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。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邓有才的煤渣事件、贝长平的发电机事件，还有马二嘎的盗运物资的事件，都跟王老六和赵军亮有直接的关系。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煤矿，赵军亮有50%的股份，王老六也有50%的股份。这些年来，他们相互勾结，谋取私利，给厂里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。这帮蛀虫，看来赵军亮有严重的腐败行为，这些事情必须严肃处理。我想知道你的态度。赵军亮罪孽深重，想不动都不行了。而且，这只是初步调查的一些问题。根据有关规定，要查副厂级以上的领导，必须上报上级批准。我准备明天就跟兵总汇报。先等一等。还等什么？给我点时间，我会用我的办法处理好。着呢，这不是锅炉房又出事儿了，那锅炉车间主任邓有才也给撤职了，那不是都是军亮之前提拔的人吗？这事儿跟大亮有关系吗？啊，过去的事儿啊，就是过去了。我跟大亮说过，让他跟程瑞好好干，走正道。是啊，可是就是有人跟他过不去。就那王大义，老揪着他过去的问题不放。等程瑞过来呀，我跟他说，什么事儿啊，过去就过去，一切得从新开始。是啊。好了，不等他了，咱们先说。好。这话干什么呀？这么多年，俺多亏了你和赵厂长提拔了。要没他，我也当不了这车间主任。没你，我也挣不着这么多钱呗。有才，你估计一下啊，他们会怎么处罚你啊？嗯。轻了，开除，撤职；重了，判个一两年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咱这事儿这样，如果他真的把你给开了，马上到我这儿来。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兄弟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：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来，有你这话真的。大哥，来，我坐，那个，老三。
想当年，你从农村出来，作为临时工被招进了厂，很多人看不起你。可在我眼里呢，聪明、好学、勤奋，任何事儿呢一点就透，比那些城里人啊强多了。那时候啊，聪明的时候说不上，还不都是您提拔的吗？主要的还是你自己争气，工作做得比别人好。甚至我那时候都想啊，把你作为下一梯队，将来的进厂领导班子。赵厂长，您对兄弟真是重情重义。说句实话，真是跟着您，就是给您看大门，真是就是喝凉水，我心里畅快，真的畅。但你们俩还做这种事儿，把厂里的煤全车整车往外拉，连我都看不过去，更何况程瑞和王大义了。先不说程瑞，特别是那王大义，抓住这事儿死活不放，非要闹出个结果来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啊，让我怎么办？杀就杀了呗，剐了就剐了。然后赵厂长，你能交得了差呀？哎呦，王大义都赶上来，我就拿脖子搞了呗。这一次，这一刀你恐怕你是躲不过去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都没有办法站出来帮你啊。哎呦，而且是事情闹这么大，我也知道。我现在眼睛都看着你了。刘才，我劝你呢，还是争取主动，亲自去找程瑞和王大义啊！我不，反正也是一刀，你去让程瑞和王大义砍了，那我还不让您砍了呢？我要是脑袋还值几个钱呢，我忘了，真的，我就让您砍了。我报答你，我这么多年对我的知遇之恩，可是赵厂长，您要是拎着我的脑袋就见了程瑞和王大义，要是他们还不依不饶的，还要把这事儿查下去，你说要是把您煤矿的股份的事也说上，哎，有才，有才，大哥，听我说一句啊。你说你提着有才的脑袋去见他，万一大哥你的脑袋被人家砍，那我们兄弟那就是冤大头，比窦娥都冤呢。想想，哎，大哥，您知道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重情重义啊。可是您知道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呀？您也是重情重义，因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，可是那姓程的他无情无义啊，他背后下黑手。大哥，如果姓程的对我们无情，那我们对他肯定无义。哎，大哥，这姓程的屁股上的屎也不干净啊。你想过没有，当初厂里贷款，我可是看着你的面子从矿里拿了20万给银行做回扣，这事程瑞知道啊，红口白牙，这账他赖得了吗？哼！是啊，他说过。可是，他毕竟是我兄弟，我不能在背后捅他一刀。哎呦，我说哥，什么叫背后捅他一刀啊？啊！如果姓程的对咱们兄弟还有一丁点情谊，好，咱这刀就不捅他；如果对我们还赶尽杀绝，对不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就是嘛，我死了我也得拉个垫背的。我到省纪委写信告他，我就告姓程的行贿20万。完了，
我也让姓程的好不了。程瑞撤了职，看他们怎么查下去。厂长，这样煤矿的事咱们也不也保住了吗？牺牲我一个，保住了大家，值。小才，这些事儿还是再想想吧。尽管男儿的泪也照样会